好，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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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法师各句，大家阿弥陀佛啊！我们来看课本这个第十九页啊，讲到各个为人悉谈，讲到上次讲到啊，无人得处，无人得杂处得杂受啊。他说，更有破群那经中说，无人得处。无人得受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破群那经啊，破群那经有时候又叫做破求那经啊。那底下注解有讲啊，这个是杂含啊，卷十五三七二经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破求那经啊，它里面说的，他说啊，他主要在讲有四十啊。那么食是滋养啊，就是维持生命的啊，维持生命的四种条件啊。那么就是啊，这个四食食啊，一般就是我们所谓的饮食，就是我们啊需要饮食，我们才能生命才能继续啊。那么就是维持生命的四种需求，就是说一个人活着基本上。必须要具足这四种条件啊，那么基本上我们这里叫做啊团食啊，团食有时候叫粗团食啊，因为跟细差别。那一般我们简单讲叫做断食啊，就是要咬成一段一段的啊，咬碎。那么细促食我们就叫做促食啊，促食啊，比如说要按摩啦，要早愈啦，就是让身体那种苦的感觉啊，那消失啊。那么意识时啊，就是你要有生存的欲望啊。那么这个我们叫做思时啊，断处思，然后事时啊，就是要有事啊，我们叫做事事住的事，事这个意识是事一色受想行而住，叫事事住。啊，那维持就把它叫做阿拉耶啊，要先有这个事。那事跟意识有一点不太一样啊，一般佛法里面都叫做依意生事啊，有意生事。那心意识的一个差别啊，那这以后我们再说啊，就是它有些不一样。好，那么基本上就是这四种：断食、促食、施食啊、事食。好，就是维持生命的四种需求，那一般叫事食。那就有婆求那就问了 这个婆求那这是一个比丘啊，他就问，那么谁食此事啊？那么他说是食嘛啊，他说不是，佛陀说，佛说啊，这个是比丘婆求那啊，谁食此事？佛说，我不言有食事者，我并不是说有一个食事的人啊，食事者啊，那么我说是事实，我说要有事。必须要有事，生命才会啊，那么存在啊。那么唯识讲啊，去来先后做主公啊，做主翁。那么没有事，那么那个人就是死人啊。一般来讲，离了事啊，那个人就死掉了啊。受暖事基本上是以事为主啊。好，那么所以他就跟他讲啊，你不要，我并没有说有一个食饮食这个食用这个事的人啊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么我是说事是死，事是就像饮食一样，它饮食维持我们的生命啊。那么身体它需要饮食，如果没有饮食，一般科学家讲七天啊，那么人啊大概就是可能会面临死亡啊。但是如果有修行的或是修瑜伽的啊，他基本上可以长一点啊，其实不用吃也没关系啊。但是就是。是这个粗团食了啊，那么像道家他们就是像炼气啦这一种啊，这种基本上就是它也是有食，但是这个食不是我们那种粗团食啊。
那好，他说：“我说事事事事为此，就像饮食一样啊，他们要滋养这个身心，滋养身心的啊一种需求啊，所以你应该问啊，其实他说佛说何因缘有事实，你应该问什么样的因缘会有事实啊啊，应该这样问。他就说人令未来有啊，我们的有两种，一种就是现在有啊，基本上有两种。”一种就是现在的五蕴身心就是有存在，有是一种存在，有是一种显存在，现实的存在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现实的存在，啊，这个就是有啊五蕴。那在十二缘起里面，这就是四名色六入触，啊，就是这些啊。还有一种就是未来的潜在，现实的存在跟未来的潜在啊，基本上这两种。那如果在经典里面，那么就分很多种了。啊，三有四有啊，欲有色有无色有，这个是三界啊，就众生不同的分类，不同的存在啊，现实的存在又分很多种啊，现实的存在跟未来的潜在啊，就是说你现在还看不到，但一定会有，未来一定会有啊，现实的存在跟未来的潜在基本上是这样。那现实的存在也可以分很多种啊，比如说三有，欲界的众生叫做欲有，色界的众生叫做四有。无色界的众生啊，叫做无有啊，无色有啊，欲有色有无色有，然后也可以分成四种啊，中有本有生有死有，哈、啊，就是我们现在啊，我们现在叫做生有本有啊，那么本有啊，那么刚出生来的时候那个叫生有，要死的那一刻叫做死有。那么从死到生的这个中间叫做中有，啊，又有称九有啊，就四生九有啊，又有二十五有啊，反正就它只是归类不同的存在而已，把不同类的众生，就是把不同的类众生分类，就像职业啊，那你可以分几种啊，你可以一性别分男女啊，你可以一分职业分性四农工商啊，就种种很多了。那这种有一般来讲就只要来分就分两种，现实的存在啊，那么未来的潜在，那未来有，啊，那未来有是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，取之后那个有就是未来有，啊，那是名色六入这个就是现在有，啊，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身心。好，那他说人令未来有，啊，就是你必须要有是，是就现成，是过就是是，那么变成现在有，那么现在的这个是。这个身体死了又变成未来有，那个未来有就变成现在有啊，其实是这样啊。那么所以人的未来有就是未来的生命，这个有就是生命的存在啊。那么在相续，不管你是天人地狱阿修罗啊，恶鬼畜生啊，都是这个有，都在这个有里面啊。那么因为有这个有故，所以有六六处啊，现在就讲十二缘起了啊。那么就是因为有这个是，那么依附这个身心啊，啊，那么四缘名色啊，那么开始啊，那开始有六处啊，就是感官啊，那么六处啊，就是六六处啊，内六处外六处啊，所以叫做六六处啊。那六六处就缘处啊，就开始这样讲啊，就是说我们说缘起是佛陀对生命的剖析啊，就是生命到底是一种怎么状态，它怎么来，然后最终最初是什么，那么现在是什么？那最后是什么？啊，其实是这样啊。那所以六六处缘处啊，就是四名色六入处啊，就是根尘世合合生处的处啊。那这里开始问啊，那为谁处啊？因为他这里的经典讲《婆求那经》啊，《破群那经》无人得处，无人得受啊。他现在在说这个无人得处，无人得受，啊，无人得处。那其实他这里讲的很多啊，就是处受爱取有都有啊，谁处谁受谁爱谁取啊，谁有啊，无人得处。但是他这里只是举这个来说，因为他从杂处杂受那边啊，所以变成无人得处，无人得受。啊，就是有一个受者，有一个处者，有一个实事者啊，一般就是这样啊。那么有一个处者啊，六入缘处，那么为谁处？那么处者，他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处者，那么谁在处？
啊，那我们说处是一种六根面对六境所产生最初的心理反应，啊，就是心理感受、心理反应，处就包含了后来就有很多种种的心所，啊，那么就是根尘合合生事，根尘合合生事，根尘事合合生处，处具生受想思，那受想思就是一切的心所，受想行嘛，行心所以是心所为主，啊，就受想行。啊，那说一切的心所基本上就是受想行，啊，那以事心所为主就是受想思，啊，所以五蕴心心所啊，那么再加上身体色受想行识，基本上是这样，就是五蕴身体啦，啊，那他说我不言有处者，啊，那么因为问我不是说有一个处者，那这个大概都一样啊，就是我不言有事者，啊，我不言有处者，啊，那为谁处？我不言有处者，啊，你应该问什么样的因缘有这个处？什么样因缘有这个处呢？处缘受，啊，那么处之后，何因缘故生处啊？那处之后有受啊，那么为谁受啊？我不言有受者啊，都一样啊，处者受者就在这里啊。那么什么样处？什么因缘生处呢？啊，在后面还有一段啊，什么因缘生处啊？根尘是合合就生处啊，就是根尘是合合。啊，这个上次我们在讲这个十二缘起的时候有讲，啊，根尘是合合就生处，啊，根就是六根六六处，啊，六六处就有处，啊，那应该是这样啊，六六处有处啊，那么这里六六处就有处啊，那我不言有处者，因问何缘生处？那怎么样生处呢？啊，其实这里六六处有处，啊，就是这里应该是这里的了哈，六六处有处。啊，这里是逗点啊，六六处有处啊，那么处就言受，那为谁受？我不言有受者啊，所以六六处有处这里，那么我不言有受者啊，那这里就是处者受者，无人得处，无人得受，我不言有这一个，有这一个受者或处者啊，那么因问何因缘生受啊？那怎么受从哪里来的啊？那受之后会怎么样啊？那这里也一样啊，就处之后怎么样啊？那么这个受缘爱，处受爱取有啊，那一样啊，那爱缘取啊，就这样，十二缘起啊，能招当来的有啊，一样啊，就是未来的有。那这个是啊，是啊，那么能令未来有相续生啊，那能招当来有啊，其实这个就变成。那么未来有相续生就变成这一生，那这一生又累积啊，这个事又招当来有啊，那么就是这样三世流转不，三世流转啊，那么不循环啊不已啊，其实是这样。好，那么同样这个婆求那，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啊，那么在杂含九六一经佛陀也没有回答啊，我们来看，那么我们可以对照的看哈。就是说，婆伽种出家啊，就外道的来问佛，那么有我吗？啊，那么这个佛陀是有回答，这个是在讲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是在讲什么？讲四悉檀，哈、啊，这对治悉檀、为人悉檀，在讲为人悉檀啊，就是针对一个不同的人，那么他的问题来说，那么这里婆求那他是有回答的，啊，就是告诉他我不言有处者，我不言有受者。啊，就讲到无我，这里是针对婆求那，啊，那婆求那是一个比丘，啊，是佛弟子，啊，所以跟他讲，啊，其实是无我的，啊，无有处者，无有受者，无有爱者，啊，那么无有取者，啊，处受爱取，好，那么但是对啊，婆伽种出家的这个外道，那么因为他没有这个听过佛陀的。他也不信佛，那么也没听过佛说的法，所以当他来问类似的问题的时候，啊，比如说有我无我啊，这个其实也是有我，只是把这个我啊分成处受爱取啊这些啊，那这个是佛陀当时在多位比丘讲这个嘛，缘起嘛。好，那我们看九六一经，那这个是杂含里面的啊，这底下注解有三七一经的样子，我看是哦三七二经啊。那这个九六一经里面，婆伽种出家问佛，
有我吗？因为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的，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个六世外道的啊。那个时候基本上啊有两种或者三种啊，那两种就是常见跟断见。常见就是有我啊，断见就是无我。那也可以讲，也可以讲啊。那么不管常见断见都是有我论啊，就是现在我死后就没有啊。那么现在我死后就没有，那个都是有我论，包含在有我论里面。那么也可以说啊，这个常见是有我论，断见是无我论。那因为佛教是无我论，所以一切的外道都是有我论。那有我论里面分长段啊，这等一下我们再来写。好，那么他问佛有我吗？啊，佛三问，问了三次，佛都不说。那佛为什么不说呢？为什么不像婆求那跟婆求那说一样？因为婆求那是佛弟子，他是信佛的，啊。那么这个婆伽虫他是不信佛的，啊，他之前又没有一些佛法的知识，你不管跟他讲有我无我，他都不会想到佛要告诉你的那一边去，他就想他原来的，他的习惯性思维。好，所以他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。这个就是佛有所谓的对治西坛，啊，为人西坛啊，有为人西对治西坛是讲到五庭心那边了，啊，这个是为人西坛啊。针对他的状况来讲，有或没有啊，那是针对这个人的，这个人本身的特质性质啊。好，那么阿难看佛，这个婆伽种三次来问佛，佛这外道嘛，来问佛啊，那么有没有我，佛陀都不回答。阿难就很奇怪啊，就佛怎么不回答呢？阿难就问佛啊，他说。世尊为什么不说？世尊现在不说，岂不真彼邪见？就是真彼什么邪见呢？沙门不能答彼所问。好，那么他回去就会炫耀了啊！你说那个佛一切智者啊，多厉害多厉害啊！一切一无所不知啊，就是一切智者嘛啊，那个多会讲啊。那么但是我去问他，根本都不能回答，他根本就不知道，也不能回答我。你看他回去就可以炫耀了，然后就开始讲啊，其实沙门瞿昙，沙门就是这个瞿昙就是佛了啊，他们都叫他沙门瞿昙。这个沙门瞿昙你说那么厉害啊，其实我问他有没有我，他连打都不能打啊，就真彼邪见。他原来就认为佛没那么厉害，他要来问看看是不是真有那么厉害，结果问了不问不知道，问了就知道了啊，他也没那么厉害啊。你看他就会这样真彼邪见嘛，真彼先来邪见啊，不是他不能答彼所问，真彼先来的邪见不能答彼所问啊，那佛没办法回答我啊，他没那么厉害啊。佛就说啊，你看佛就说，我为什么不答？所以佛的问答里面有一种叫自答，自答就是不回答啊，放置着不回答啊。我一种就是反问答啊，他也不回答，他反问你啊，反问你啊，那个就是反问答。那这个叫自答，他有回答你，但是就是不回答就是一种回答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我若答言有我，好，他就问有我吗？啊，我如果答言有，那么他本来的有我就是邪见的，他就是有那个常见的我，常见的我就是有一个所谓的我，就是恒常独一自主啊，有一个类似像灵魂不灭的这一种，那个是我论啊，像放我也是我，外道的这个我也是我啊，那么就是有一种常见的我论啊，所以我如果跟他讲有啊，他就会想到那种有，真实有啊，其实没有真实的我啊，只有缘起的我啊。那如果我跟他讲没有呢？啊，那么他原来认为有，那么现在没有了，那原来的有现在变成没有，那是怎么变？原来的有。原来是有，因为他一直认为原来是有，啊，那现在变成没有，就好像说，啊，如果西方人来跟你讲有上帝吗？啊，那么你说有还是没有？那如果想有，那他不，因为那你说佛教讲有没有上帝，也可以讲有，也可以讲没有，啊，那等一下我们再，那啊，我们举个例来讲哈，举个例来讲，那有我无我也是这样哦。有我不是你说的我，无我也不是没有，完全没有我啊。
举个例来讲，如果有西方人来问，啊，那这个我类似像上帝了，只是西方人的上帝只有一个，啊，那印度的这个我是每一个人都有的，就是假设我就是上帝，那每一个人都有啊那个上帝的属性，啊，类似像这样，那泛我论也是这样啊，比如说有上帝吗？那你说有还是没有？如果你讲有，那他就有上帝啊。那上帝他的上帝是什么？西方人的上帝是什么概念？创造世界的，世界是由他创造的，我们也是由他创造的。创造世界跟创造人类的神，唯一的真神。世界还没有，他就有了。世界灭了呢，他也不灭。众生的最初是从上帝来的，他的上帝是这样，那有这种上帝吗？当然没有。那你说没有上帝吗？大梵天就是上帝啊，上帝只是一个神啊。那你说没有上帝吗？那你说他本来说，你说有上帝，好，那么他会认为就是那个上帝。其实佛教是讲有上帝的，大梵天啊，大梵天自认为他创造一切啊。啊，那这个世界它是从个观音天然后下来，它是最初下来的啊，啊，然后类似像这样来这个世界的啊，那么但是不是佛教讲有上帝，是有这样自称为创造一切世界的神，是有这个人大梵天，那认为是一切众生之父，确实他也自己他有上帝是大我慢嘛，梵天是我慢很非常重。啊，那有这样的一个上帝，但不是真实他创造的世界，没有，没有。那你说有，他就会认为有一个创造世界，啊的真神。那你说没有，那没有，那我们怎么来的？啊，那为什么他这样啊？他就会更迷惑了，他就会讲，那没有上帝，那我们怎么来的？啊，那为什么讲有上帝啊？就更多疑问了啊，就更多疑问了。他的疑问，如果有上帝，他的疑问就是那上帝怎么来的而已，其他都是上帝创造的啊。其他都是上帝创造的，所以只有一个疑问，就是上帝是怎么存在的。如果没有上帝，那疑问就多了，那个疑问就更多了啊！没有上帝，我们怎么存在？世界怎么存在？为什么你这样？为什么我这样？啊，为什么你出生就这样？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会死？啊，问题就多了。如果有上帝，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上帝决定的。上帝使然的啊，那就简单了。那只有一个问题，有上帝吗？啊，你看就是这样啊。那如果没有啊，这个问题就多了啊，所有的问题啊。那没有上帝吗？那佛教里面，你看经典里面也有讲了，啊，这个大梵天啊，自称我是一切众生之父啊，这个就跟上帝一样啊，啊，他基本上就是有上帝这个神，自称为上帝这个神，但是没有真正他所讲的那样可以创造一切。世界啊，是一切世界最初的因的那个神，就好像梵天也一样啊，梵天也一样。好，那么一样，这里讲啊，那么他说，假设我讲有我，我讲有我，他邪见也重；如果讲无我，他邪见就更多。就是讲有我，他原来有我的邪见会加重。你看，这个我去问沙门瞿昙，他也讲有我，证明我一直想的是对的。邪见加重，有佛跟他加持啊，跟他保证啊，有我啊。那如果讲无我，他原来有我的观念没有办法去除，他也没办法啊得到更多。那你说，那佛为什么不跟他讲清楚呢？因为他是外道，他也没有常常来听佛说法，一下子讲不清楚。如果他来出家哦，那有可能就常常听，常常听啊。你看那个禅陀。出家那么久，一直到佛灭后，他都还没解脱，都还在问为什么是无我？为什么是无我？如果是无我，谁证得无我？他还在问这个东西啊。但是有些人就容易，但是他就要熏习啊。那么你以前有宿世会的，一听他就知道了啊。像舍利弗、目犍连，一听缘起就证无我了啊，断分别我见了啊。那有一些像禅陀这一种啊，一直说佛是我家佛，法是我家法啊，你不要管我，我也不要管你。啊，那这个佛是我家的，法也是，法是佛说的，佛是我家的，法也是我家的。你应该听我的，不是我听你的。
啊，那个僧团要跟他处罚，他都不接受，啊，说你这个怎样违愿文怎样，你要受什么处罚，啊，你不要管我，我也不要管你，啊，戒律里面都就这样讲，啊，那因为就是这样生我慢，所以他不能我慢就是生系的我执嘛，那我慢很重，啊，你看那个阿那律，阿那律只是这样想，我天眼第一呢，我这么精进，为什么我都不能证我？证的解脱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障碍。所以舍利弗就跟他讲：“你觉得我是天眼里面，即使目犍连神通第一，都没有他的天眼厉害。所有佛弟子，除了佛之外，所有的佛弟子，没有一个天眼比他厉害的。那么多精进的佛弟子，他的精进是排在前面的。我都这么精进了，我修行都修到这个程度了，天眼第一了，佛弟子里面无出其右了。”为什么我还不能解脱？你看，啊，那一样啊，我慢是一种很生系的这种执取，他就因为这样不能解脱，何况是梵天，何况是这些外道弟子，那么他也是有这种邪见啊。那你看，他就有一点差别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说《婆求那经》里面谁处谁受，那前面是有杂处有杂受，我们说这个跟业报差别有关系啊。好，那么前面说有杂处有杂受，这里说无人得处无人得受，啊，那我们说前面那个经基本上类似就是平沙王灵佛经了啊。那他说那这两部经怎么会通？你又说有又说没有啊？好，他说啊，已有人因为啊。因为有人疑后事，啊，那么这是一个，啊，那不信罪福做不善行，这是第二个，啊，那么疑后事当然就不信罪福做不善行，但是疑后事不一定，啊，不信罪福不善做不善行，啊，就是说不是，就是说罪不信罪福做不善行不一定是疑后事，疑后事就是怀疑有后事啊。就是现在是我们看得到吗？过去是看不到，未来是也看不到，啊，那你现在做的对过去已经过去了，对过去没有影响啊，都过去了，主要是对未来，啊，那么通常是这样啊，四种证件里面啊，我们来看哦，啊，基本上来讲这个啊，以后是佛陀讲四种证件。最初基本上就是一六四外道说的，啊，证件分世间跟处世间嘛，啊，那世间的四种证件，啊，所以讲证件真上者不堕三恶道，啊，就是说，因为你不会去造恶业嘛，有善有恶，有善恶。有业有报，善业有善报，恶业有恶报。善恶都是行为，身口意的行为，啊，观念跟行为，啊，我们叫观念跟行为，观念跟行为的这个属性，善恶属性性质啊，啊，那么通常讲两个，那也有讲三个，善恶无忌，啊，就不善不恶，非善非恶，啊，基本上讲两个，有业有报，啊，有去有来。去就是过去，来就是未来。好，那基本上就是三世，就是业果是讲三世的了。业成为报，业跟报是不一样的哦，业跟报不一样哦。啊，善跟恶是同类的，就不就是同样是属于观念行为的属性啊，但是它是不同类的啊，这是。就是要不是善就是恶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分而已了啊。那么善业跟恶业啊，其实这样。那业跟报不一样哦。我们常常讲业报，业跟报不一样。业不一定会成为报哦，业不一定会成为报哦。啊，这个大部分都讲在中阿含，他中阿含讲故作业啊，应该是《诗经》了啊，还是什么经我忘了，就是。他是讲业，故作业必受报，不故作业
这是跟心有关系的。那么心是一切法的主导嘛，不顾作业，作就是造作，业有善业有恶业，那么不必受报。不必不是说不用哦，不必然啊，啊，所以报又有分嘛，啊，报有分定业不定业啊，必受报的叫做定业，不必受报的叫做不定业，就是不一定啊，这是一定，必是一定的意思，一定，必定一定啊，就不一定受报，啊，不必不是说不用哦，啊，是说不一定受报啊，因为业跟报。他要越成熟才会受报，啊，不一定，啊，这个叫做不定业，这个叫做不定业，定业不定业，那大部分的业基本上都是不定业的多，啊，那么所以有时候业叫做失所造业，啊，好，那么善业，业有分善业跟恶业，那么善业就有善报，恶业就有恶报，但是业要成熟才会受报，业要成熟。所以菩萨基本上是成熟众生的善根，啊，行善，让众生行善，让众生不要造恶，所以叫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那么基本上啊，就成熟众生的善根。那么由善根，它可以发展出善业跟净业，啊，善业也可以包含在净业里面，啊，那么就是那也可以分开啊。那通常如果把净业跟杂染业，我们叫做杂染，啊，刚才讲，就上次讲杂染业，杂染业里面就分善恶，啊，善跟恶，杂染业里面分善恶，那这个是清净业，叫做净业，啊，它就非善非恶，啊，那不是无记业，那是就是不属于轮回的业，啊，清净业。好，那由善根就可以成熟善业跟净业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好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有凡有圣。那这个是针对当时啊，就是有凡夫有圣人啊，那凡夫就是净业了啊，所以这个凡夫是杂染业啊，这个业有过去有未来，你现在的业可能是几生几世以前成熟了，这世才成熟啊，不一定是这世造的啊，不是这世造业这世受报不一定啊，所以有时候行善得恶报，行恶得善报，那个善报不是这一生的啊，像那个外道看见这条牛升天，牛也没造什么善业啊，他也没造什么恶业，可是也没造什么善业，那他为什么升天啊？那有一些人造善业，那为什么受苦啊？那你就那善恶业在哪里，要看过去未来，就是三世的业，我是讲三世的啊。那所以这个基本上都是有从凡夫这样来讲，那有凡有圣啊，基本上就是从业来讲啊，它是杂染啊，杂染的杂凡夫都是杂染业，有轮回的啊，所以它有轮回啊，有苦的。那么圣者是清净业，那么清净业依它的清净的程度来分，已经解脱决定解脱啊，就是已经解脱就是阿罗汉、辟支佛。佛这种已经解脱了，下一次不会再受苦了。决定解脱就是这一次还没解脱，他可能七次以后，七次人天往返才解脱，可能两次啊，一次人天往返解脱恶果，可能下一次升到色界天他就解脱啊。所以有分啊，就是圣者里面又有分，已经解脱、已解脱的、已解脱的啊，已解脱的就是辟支佛、佛跟阿罗汉。那么决定解脱，当解脱，当解脱就是还没解脱，但是他决定解脱啊，那么就是决定会解脱。菩萨叫做阿比跋致，那这个声闻啊，基本上就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啊，那么决定得解脱。好，那这个是因为有清净业。好，那这个是佛教里面来了解啊，来说这个众生的一个差别啊，凡圣的差别。那么凡夫跟圣者啊，它最主要不同，凡夫主要的不同在福报，圣者不要的不同在智慧。主要圣者依智慧来分上中下品，那么凡夫依福报来分上中下品啊。那福报又有
所谓善啊，这个定善跟善善啊，那色界无色界这个是定善，这个欲界是善善啊，这善乱的心的善啊。好，那这个又不一样。好，那现在说到啊，这四种啊，我们把这个擦掉了。这里在讲到有人疑后事，疑后事怀疑没有后事，就是没有三世啊，啊，无来生，没有来生，没有来世了、啊。他怀疑没有后事，疑后事就是疑无有后事，只是这一生啊，像唯物论啊，几人讲唯物论，唯物论。六识外道哈，在经论里面哈讲的非常复杂啊。有时候这个人的，比如说在中阿含里面啊，弗兰那说的可能变成佛夫陀说的啊，那真谛阿含里面的佛夫陀说的可能变成摩揭里说的啊。反正就是，你如果把所有经论里面有关六识外道的全部汇整起来看，你会发现啊，有时候阿姨都说的变成富兰那说的，富兰那说的是波夫陀说的，波夫陀说的是莫杰里的主张啊，反正就是会有这种问题啊，就是每因为传来的嘛，而且大家很多人啊，就是每一个人记得不一样，那就掺了、啊、掺得很厉害啊。那我们这边是啊，大概稍微整理过啊，那么就是有一大概的啊，也只能说大概的整理过的一个说法啊，就是这六个啊。那名词也很多种，那我们都把它翻译成三个字的比较好记啊。那我通常都是这么记啊，阿富波莫善尼，基本上是这样啊，阿富波莫善尼啊，阿姨多富兰那啊，这个富兰那通常一般都叫做布兰加瑟啊，那也叫做富兰加瑟啊，富兰那啊。那基本上这里疑后事不信因果，基本上是两种，一个就是怀疑没有后事，就是这里讲的啊，那么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啊，那也无没有凡有凡有圣啊，那有善恶业报啊，那不信罪福啊，就没有善恶业报，这是两个，但是没有后事，后事都没有呢，你现在做善做恶。不就一定没有后世？没有后世，你后世要受什么罪福啊？没有，你只有这一次受，这一次受你没有啊？这个是唯物论啊，阿姨都是唯物论，没有后世，没有业报，没有善恶，没有凡圣。所谓没有善恶，就是啊，就是你做的好事不好事啊，它并不能成为业啊，并不能成为业。对这一次只有好，你这一次对别人好，别人对你好而已啊，但不会形成你未来的过患啊，不会。那这个富兰那啊，有几种说法啊，但一般来讲，他也是讲没善恶、没业报，啊，但是他不一定讲没有后世，啊，他有这么一个说，无有后世啊，谁往受之啊？那么他也有讲啊，就是说有我们前面就说过，就是说同样是富兰那说的，但是有很多种说法，很多种说法啊。那么基本上有一些说他也讲没有后世啊，就是那，但是他并不是讲没有灵魂哦。他讲没有后世，但不是讲没有灵魂。像基督教也没有讲后世啊，基督教只有这一世，没有过去世，没有未来世，就是没有后世。基督教没有来生的哦，但是他有没有灵魂？有，死了到哪里去？死了到上帝那里去。他是有我的，他有灵魂，但是没有后世。那富兰那有可能类似像这样啊，类似像他也讲有灵魂哦，灵魂不受业报，灵魂不受业报啊。那但是也有可能讲没后世啊，就是无有后世，谁往受之啊？就受这个业，作者受者并成虚说啊，讲这样。那一般来说，像这个富兰那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主张，他就是说在恒河啊，在恒河南边啊，恒河南边杀一千个人没有罪，恒河北边布施给一千个人没有福报啊。他说灵魂不变，身体有灭有生灭，所以他是讲有灵魂的，他讲有灵魂的啊，但是不一定讲有后世，讲有灵魂不一定讲有后世啊，像基督教也是这样啊。那唯物论啊，唯物论就是也没有灵魂这个事，那没有灵魂当然没有后世啊，没有灵魂
就没有后世。但有灵魂也有可能没后世，啊，没有来生了 那其实是这样啊。那基督教也有可能，比如说他来生就是一直升到天上，或一直在地狱这样，啊，但没有说啊来生在做人这一种啊。好，那基本上啊，基本上他说在恒河南边，恒河南边杀一千个人，没有罪，没有罪。在恒河北边布施给一千个人，没有福报啊，或是你救一千个人啊，你杀一千个人，而布施一千个人，没有福报，无福啊，没有福报啊。这个杀一千个人也没有恶业啊，没有恶业，没有业报，没有恶业。那布施给一千个人，没有善业啊，善业就受善报嘛，恶业就受恶报。但是善业不一定善报，还要成熟才会受报啊，这个我们还要分好。那所以有人一后世不信罪福啊，那么一后世就不信罪福，但不一后世也可能不信罪福啊，那基本上是这样。好，那这是这六个啊。那波浮陀是定命论啊，就是这些啊，很多东西都是决定了的啊。他基本上是说啊，那么我们的身心是由这个地水火风苦乐命就是灵魂啊决定了，七要素决定的，它不被创造也不被破坏，啊，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破坏，所以没有反没有胜啊，它就原来就这样，没有办法创造跟破坏。宿命论啊，宿命论是一切都是决定好的。那佛教徒有很多讲业报会讲成宿命论哦。啊，会讲成宿命论啊，就是这一切都已经决定好了，不一定啊，不是决定好的啊。比如说我今天被人家抢钱了，那一定是我过去是抢人家的钱，所以现在受报，所有现在的苦乐都是受报，不是那个变成宿命论了啊，都是过去生怎样怎样怎样，不一定啊。那你这样讲的话，就变成佛陀被提婆达多害，提婆达多好几次要害死佛陀，四次的样子。那么你意思是说佛陀过去生有四次害死提婆达多是吗？啊，没有，不是这样子的啊，这不是宿命论啊。那不知论啊，善若也，这个是舍利弗目犍连的师父啊，就是一切他都没有下决定啊，比如说叫曼尼论啊。那尼犍子啊，就是佛教跟尼犍子很像，大概教义大概有70%-80%是相近的啊。那么他是苦行离系论，就是修苦行啊，因为我们是依业受报的嘛，啊，那所以我们努力啊，因为受完这个业就不受那个报。比如说你有第一业，那你去第一业受苦回来，第一业，你去第一业受，你去地狱受报回来，第一业就没有了。你有第一业，你去地狱受报回来，地狱就没有了，啊，就好像你有杀人罪要关20年，你监狱关出来，杀人罪就没有了。你不用再管了，啊，类似像这样，你有畜生道德业，那你做畜生做完了，业常尽了，那就不再受报了。好，他就依这个理论，啊，然后就是这一生就努力受苦，还完过去生累劫的业，那就解脱了，啊，那这个跟佛教徒一般说的吃苦就了苦，道理有一点一样，但吃苦不能了苦，吃苦不能了苦，了苦苦即灭道。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，那么有正确的观念才能灭苦。苦是由愚痴来的啊，这阿含经里面讲一切苦都从愚痴生，不从智慧生，啊，那所以很多人不了解，以为受苦就是修行，受苦不是修行。佛法不是讲要你吃苦，佛法是要叫你离苦，知苦离苦，不是叫你吃苦那么受苦忍耐苦啊，不是这样子的。那后来有些人误会了啊，那觉得苦行就是修行。以前佛陀时代也这样啊，五比丘认为佛陀不修苦行，直接就说他不修苦行就是修行，因为苦行等于修行啊，其实就是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这样哦，喔，啊，有很多持戒的啊，或是修苦行的，那么他都认为你不修苦行，你就是不修行，不修行你就不能得解脱，啊，那现在我们有很多错误观念了。一个就是比较讲修行的是修苦行，
啊。另外一个就是你不念佛，你就不可能得解脱，因为现在是末法，你不念佛，你只有修其他的行都没办法。末法一人修行，汉一得道，我一念佛得度生死。你不念佛，就算你修行，也等于不修行，因为没有用啊，修其他的行都没有用啊，啊，只有念佛是有效的修行，其他的修行是无效的修行。那因为不能得解脱嘛，那念佛可以得解脱，可以到阿弥陀佛那里，阿弥陀佛那里就得解脱了。那其他你没办法，你只要不得解脱，你这一生得福报啊，叫做三世愿嘛，啊，你这一生得福报啊，来生这一生得福报，你就不断造业，造业来生你就要堕恶道。你这一生修行只是让你来生得福报，但是你来生的福报会让你堕恶道，那你最终还是堕恶道。对，现在很强调这样，这个是错的，不是这样说的。你会不会堕恶道？你会不会堕恶道，跟你有没有正见有关系。你没有正见，那么你可能依你的烦恼贪嗔痴相应，邪见相应，你就会造恶业。你有正见，你怎么样都不会去造三恶道的业。所以叫做正见真上的没有解脱啊，正见真上的没解脱哦。他不在四庄八辈里面哦，他不是圣者，他是凡夫啊。但是正见真上者终不堕恶道，你看这佛法是这么说的。所以修行要以培养正见啊，巩固深入这个正见为主。阿含经里面讲啊，一切的苦痛苦都从愚痴生。你不明白啊，不明白，不清楚，不知道，不了解。不了解什么？有善有恶，有有报有过去。你不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你把恶当成善了，把善当成恶了，啊，那你不知道所有的业都会受报，你不知道自作业自受报，你老是在祈求诸佛菩萨的加持，啊，乃是在期待啊诸佛菩萨的怜悯啊。那你念佛不过就是这样嘛，啊，很多人是这样啊，不能说不过就是这样啊，就很多人都这样。那这样其实，这样并不是一个有效的修行，啊，那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啦。佛教徒有很多错误的观念，啊，尤其到现在这个明清之后，那么民国时代，民国之后啦，那么很多的修行观念，大家都混淆啊，混淆。那以前也这样啊，这当时有六师外道，这六师外道，那佛法讲的很多正见都是依六师外道来说的，因为太多人，佛陀还没出生以前。这六师外道还加一个什么？还加一个婆罗门，婆罗门的影响更多了。那六师外道都是在婆罗门之后反婆罗门的，六师外道都是反婆罗门的。这个叫沙门集团，这个是反婆罗门的哦。这个叫做沙门集团。沙门集团有七大沙门集团，包括佛教，佛教也是沙门集团，所以叫沙门集团嘛。啊，包括佛教。有七大沙门集团，那佛教之外的，我们就把它叫六师外道，啊，那佛教佛法叫做内道啊，基本上就分内外了，啊，那么就好像说本省的、外省的就分内外嘛，不管外省有几省嘛，啊，就是外省嘛，就不是本省的嘛，本国跟外国的嘛，不管外国有几国，那一样嘛，啊，那内道跟外道啊，佛法啊，那跟佛法之外的，那基本上就是六师外道，啊。那这六师外道都是反婆罗门的，就是不认为佛陀罗门，婆罗门有三大纲领嘛，啊，这个吠陀天启，啊，讲四吠陀，吠陀天启，婆罗门至上，即使后来改革，奥义书从婆罗门改，他也是改革了，啊，他也不认为吠陀天启了，啊，那也不认为啊济世万人了，啊，婆罗门至上。跟济世万人，那其实这个影响我们佛法，这个影响我们的佛教非常深。后期的佛教了，佛陀当时是厘清这个东西的，但是现在我们的佛教基本上婆罗门化啊，就是说佛陀把很多婆罗门错误的观念修正了，让很多原来信婆罗门的后来信佛得解脱。但是现在的佛教徒把很多婆罗门教的带进来佛法，让很多修学佛法的人不能得解脱，
真的，你好好想，比如说好，吠陀天体啊，我们把这个稍微讲一下哈，讲一下就好了，这个观念很重要。那么大多数的在家出家人都是这样子的，都是皈依三宝，但学婆罗门法，学六师外道法，真的啊！你看哦，吠陀天体有四吠陀，啊，四吠陀里面啊，最早的是离聚吠陀，离聚吠陀，那么夜罗吠陀。说魔吠陀，那说这个跟我们有关系吗？有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的法会大概都是依四吠陀的。啊，我跟大家讲，另外一个叫做阿大婆吠陀，阿大婆吠陀是原来只有三吠陀，后来啊，雅利安人征服达罗韦图人之后，把这个达罗韦图人的信仰啊，就是阿大婆，也编入吠陀里面。啊，那这个基本上都是咒语，习真怀珠的咒语。啊，咒语念什么咒啊？可以怎样怎样怎样？我们现在佛教也这样，啊，你施食、放门山、放焰口，那个都是咒语，那个其实都是阿大佛会陀里面的东西，啊，当然后来佛教有稍微改，但是还是都是根据都是阿大佛会陀里面的，啊，然后娑摩会陀是什么？娑摩会陀就是梵拜，啊，唱诵的，啊，告诉你这个要怎么唱怎么唱，这个是什么调什么调，它是规定这个的。夜罗会陀是什么？仪轨的，规定仪式啊，你在这里你要绕三圈，你要摆什么样摆什么样啊，都规定这个的啊。这个是唱诵，梵拜的唱诵，这个是仪轨啊，这个是赞颂一切神的啦啊，赞颂什么神什么什么什么神的啦。好，那你看啊，就如果是佛法里面来讲，就是对佛菩萨的赞颂，对佛菩萨啊，他们是一切神的啊，一切神的赞颂啊，一切这个神啊，很多神啊，三神佛神啊，这个湿婆神、梵天神啊、创造神啊，但是我们就是佛菩萨，只是改成佛菩萨而已啊。但是一样啊，它有仪轨。你看我们的法会，我们的法会基本上是结合四吠陀的，只是这个是佛教的，只有这个名称是啊，观音菩萨啦、大势至菩萨啦。但是后来啊，那个三个头的啦，四只手的啦，八只手的啦，这些都是印度神，只要不是正常人的都是印度神，真的啊。后来菩萨也印度神化了啊，比如说千手千眼啊，那因为这个表示力量嘛啊，那后来就是借由他们的形象来说明菩萨啊，那么其实比他们的神更好啊，类似像这样。那后来都是即使他的像也印度神化、哦、啊。那吠陀，夜罗吠陀基本上就是规定啊，你要完成什么目的啊，那么你必须做什么样的仪式，有一点类似像我们啊，这个生病了啊，然后要送药师经啊，人往生了啊，念地藏经啊，类似像这样、啊、就是啊，那地藏经要怎么念啊？金刚宝忏哦，用金刚经来忏悔啊，金刚宝忏，用大悲咒来忏悔大悲忏啊，反正类似像这样啊，就规定这些仪式啊。这是种种的仪轨，种种的仪式，种种的仪式。这个是唱诵的，娑摩会陀是唱诵的啊。你要怎么唱怎么唱，要唱哪里要怎么调，因为他们很重声音，他们认为尤其是婆罗门声音有神圣的声音，那你要唱的尤其是宇宙原音叫做嗡、啊、那你要怎么唱，那个声音可以决定你殊胜不殊胜啊。那另外阿塔婆会陀就是咒语，种种的咒语。你看，这不是我们的法会一样啊？你以为你是佛教徒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修的都是婆罗门法，那佛教徒修什么法？佛教徒就修八正道啊，跟这个没关系哦。修三法印，出家、在家，啊，五戒、十戒、八关斋戒、比丘尼戒，啊，那个都是让你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、自尽其意的，跟你要唱什么调，跟你要这个法会的坛城啊，或者坛场要怎么摆啊，那么仪式要怎么进行都没有关系。但是这一些佛法用的这些，只是来摄受你的心，来摄受你的心而已，让你在这个仪轨，让你怎么里面，他学习印度人婆罗门法的嘛，能够摄心而已啊。那么梵拜其实也是这样，后来就越来越复杂了，还有花板，还有什么板，反正就会越来越复杂。
那就跟婆罗门是一样的，然后很讲究那个仪式，那个仪轨啊，到这里要拜三拜，到这里要起来要绕几圈，反正就讲这个。那么这个就其实就是夜罗吠陀啊。那怎么唱的？这是娑摩吠陀啊，要念什么咒的是阿大佛吠陀啊，其实就是这样。那透过这一些完成祭祀，所以叫做祭祀万人嘛。透过种种的法会完成祭祀，就祭祀法会，祭祀这些神啊，就是拜了祭拜，然后这些神，然后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嘛。佛法不是，佛法是从智慧解决一切问题。智慧了解苦因，知道苦的，知道苦怎么形成，知道苦怎么灭除，而灭除掉这个苦。根怎么唱诵啊？你要怎么绕，怎么摆啊？这个都没关系啊。如果有，那只是说是摄受你的心啊，只是这样而已啊，让你的心能够安住，只是这样能够专注，专注的心有力量。好，我们先下课讲到这里。